对了对了，你真心话还是大冒险？真心话。完了，我感觉他没憋什么好坏哦。他感觉就正中他下怀那种感觉。坏水小子来了。大冒险吧。大冒险就叼一个水果喂给他呗，用嘴巴。我叼起来喂给他。嗯，就不借助其他的那种餐具。可以，这是大冒险吗？这是甜蜜的惩罚。来下一个，下一个。今天我们逛三元，逛什么园？逛赵一萌的缺点园。头发卷。爱迟到。太聪明。太时尚。你说的所有都是反话。歌品差。你的歌真的难听，兄弟。我就今天我听的最多的歌就是生自己的歌。效果效果，我和你拼了。我已经不在你这儿没有缺点了吗？四十四点。哇，太自恋太自恋。公开处刑是吧？哎。还有啥缺点？他卡在他自己这儿了，他觉得他自己没有缺点。太能吃，讲不出来了，戛然而止。真心话还是大冒险？真心话。不是，我害怕他眼神，他在憋坏了。我问一个，你问吧。他不是我，他真心话啊、嗯。那我不问了。你啥意思？哎，我问。你从开始到现在是一直喜欢这个人吗？是啊，是啊。行，继续吧。嗯。今天我们逛三元呀，逛什么园呀？小庄的优点园。幽默。发型帅。专一。会写歌。长得高。太喜欢余文。浪漫，打球打得好，持球，帅气。哎，我有点心里不平衡，现在，我现在心里有点不平衡，这在干啥？不是，强烈对比怎么了？大家太给面子了。哦，好好，差不多这样子，我来做真心话大冒险。对对对对对，该你了。那真心话，真心话。这样吧，你说一个余文不知道的秘密。哎，可以。我其实，这耳朵都红了。对呀、啊，你为啥耳朵红了？我耳朵又红了吗？我发现真的控制不了这个。我好像没啥你不知道的秘密了吗？这个不信哦。你刚才脑子里应该有第一反应，因为我看到你眼神在飘忽了。不是，我想一下，你真的，你看着我眼睛，我给你讲一个你不知道的秘密啊。哦，啥意思啊？你们不跟我们说啊？知道了吧？不跟我们说。继续吧。那啥，这是这我们都没说。你们听啥呢？我觉得这不算。这不算吧？不算。重新给你讲一个。啊，讲给大家听呀。对啊。我其实就是，我其实。跟 emo 我们俩就还有另外一层关系。哎，好无聊的秘密。啥秘密啊？和你什么关系？命之星吗？他们是啥关系？咱要不今天先这样，我们回去休息吧。奏告。走吧走吧。那咱们回家。走了。